生第一挑战吃羊头。四川有兔头，兰州有羊头。你能不能给我配个音啊？是离婚之子交给。水呀！你们来的话，一定要吃这家的面，那点好香啊，有点回到我大新疆的感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人在兰州，回娘家了。今天带大家去吃一条兰州本地人会经常去逛的一条夜市——南关夜市。南关夜市 ，Let's go！ 来南关夜市，当然要吃这家海龙炒面。来来来，羊头！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这个？四川有兔头，兰州有羊头。这个多少钱一个呀？羊头70，干头20。羊头和什么头？这是干头，这是肉头。弄一个。这个都吃啥呀？肉、脑子、眼睛、舌头，啥都吃。鱿鱼。这是脑子。哦，那耳朵吃不了吗？耳朵也可以，我们就是清蒸不吃耳朵嘛。哦，说耳朵去蒸的。哈哈，妈呀，差点把你们丢地上，幸亏接住了。人生第一挑战，吃羊头。来了，羊头来了啊！来了来了，我的羊头来了。哎呦，我有点害怕，师傅。师傅说这有啥害怕的？离婚之子交给。教我几句兰州话，让我混入一下本地。他说见人就喊呆米杭客好吃嫩松好吃杭客，这两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。半夜汉就是大帅哥，半夜汉杭客杭客杭 客。看一下我们这个羊骨头，杭客，我们三个人吃这么多不过分吧？我们等会儿吃羊头，羊头先凉一会儿哈。这个是炒辣条，家人们，看着好香啊！香得很，这是不一样啊！这面有嚼头，这种面爆出来就是爆炒香。炒面就是香，有锅气味，土豆、辣子、肉、蒜苔、烤肠子。哟，好辣！他们这辣椒面真的辣。满足，今天的第一顿正餐，家人们，香死了！我们把这个吃完后，准备吃羊头，挑战一下。好弹呀、啊！好辣好辣！36的这一碗面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这个肉是有点多哟，但是36单价也是贵，但是量大。有点回到我大新疆的感觉了，吃到后面面没了，一碗肉。我要吃羊头了，人生第一次吃羊头，长得有点丑。老板，这个是要把这个倒上去交给。老板。当然早为人嘞，怎么不可能有兰州人不知道交给吧？四川吃，离婚之子，你能不能给我配个音啊？是离婚之子交给。不说呀，你多少东方吃？哦，这样，挺辣的，对不对？扒开吃，这没办法下嘴，怎么办？啊，养眼睛，吃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你们会不会看到这种东西不是啊？但是吃兔头跟它是一样的吧？这就是 plus 版本的兔头。先吃一下它的脸，你吃下个眼睛，最好的礼物送给你，养眼睛，最好的礼物，朋友，吃吧吃吧，跟那兔头一样吧，真的跟兔头一模一样。兔头鼻子这里边也这样的，软软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什么东西吧，它多了吧，大了就不对了，小一点可爱。干杯干杯，人生挑战养眼睛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跟鱼也差不多，也有一颗硬硬的东西，这就是看是你生理能心理能不能接受，心理又接受不了。羊骨头，
哪，这个香，嗯，这跟那个珍珠羊腿不一样啊，这有味儿。哼，哇，这个攒劲啊！给，这个肉其实是好吃的，你们应该多吃点。我发现这边炒啥都里面有青椒、红椒跟那个皮儿子、洋葱，是不是啊？好吃，家人们好吃。今天最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到人跟我说交给灵魂之子交给。哦，那个面是真的好吃，但是成功挑战了一下自己没有吃过的东西，那个羊眼睛吃起来真的很鱼也很像，中间有一个白白的硬硬的，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怪味儿，也没有吃不下，就是生理味儿。反抗那个面是真的很好吃，这个面是兰州本地的很多那种出租车师傅都会来吃的，然后很多人都推荐，所以说你们来的话一定要吃这家的面。面有一个16的，一个36的，36的料真的很多，肉好多好多啊！明天的目标是吃到烤面筋，拜拜啊！兰州的烤面筋怎么这么好吃？然后那个烤火腿肠好好吃啊！